扣一下，忘了关声音。好，今天我打算来跑一下国际服的精髓联盟，应该是今天半夜开的。考都英文看不懂啊，然后我打算是把超龄打掉就好。慢慢打，把超龄打掉就好。靠腰，看不懂啊！当认识超人啊，超瓦尔超龄击杀。地图获得金属卡片 ，CONDN 怎么办？真的是会掉金属就对了。我已经拼到无情了，神经病！哦，也不算了，因为有时差，他们现在应该算白天吧。不过台湾有没有半夜三点就爬起来玩？应该不多啊，会有，但是不多。你是什么 ？You hold the shoes？ 哎，为什么教学模式没有关？傻眼。哎，那鞋子，哦，不够，可恶，鞋子买不起来，啊，算了，又不是讨论竞赛啊，奖品。我的聘是多少？300，平均200，200 MS。哇，400！FPS 还是蛮稳的，60左右。这打一下子，它过一阵子才会爆。不要这样好吗？哦，所以这个，这叫什么？技能盘哦，技能树有改界面，看不懂，随便捡。头盔
哇、哦，延迟六百，是不是该换一个伺服器？有两三百，我可以跳到六百。到。天哪，这是延迟啊！我怎么觉得我快打死他，过几秒才会打完，欸，不是几秒，打死还没打。好吧，慢了零点几秒啊，没有到几秒。就已经很烂了，不要再累格搞死我。哇，很酷，到哪里？在，哦，换这时，啊，我没有做物品过滤器。算咯，够够够，因为我打多久啊？哦，七分钟，天哪，好慢。那是过毒啊，难怪会飙八百。恢复 PS 真的蛮稳的。可以，钱。下去好像就没有了，刚刚那个马上血量就反应出来，这里只有延迟 0.2 秒，差那么多吗？等级五了，我打了，欸，我一个金水都还没掉，欸，是这样，你打一下好了，这么难掉吗？掉哥，是有掉，我已经把它忽略掉了。这里没有装物品过滤器啊，所以应该不会被忽略掉。掉个金水吧。哦，所以是去踩那个奇怪的东西吗？这个。哦。
我只是随机掉的。这对是什么东西啊？好恶心！是动雕像？这是保险箱吗？哦，不是哦。哇，我看不懂啊！是它是一个黄色的金水。点。喂、欸，然后嘞？要复活吗？慢慢慢。快点三下！好猛哦！还好还好，自己吓自己。咦，金神在哪里？冰水嘞！哦呦呦呦！我是通货。哦，取得第一个金水。看这是什么？双手武器加冰冷伤。哦，这都加冰冷伤就对了。可以叠九个。这个空干嘛？那个鬼不要了。冰冷伤，咦，那第一行是什么？普通的物品生成瑞尔，生成黄色的。什么35人的 Pro， 35以下的，啊，画不啊？等待版翻译出来好了，看不懂啊，搞毛，继续打。所以这不是随机打怪掉的，要点那个像祭坛的东西。但是小怪不用打了，一直冲啊，后面要打金水的话。那谁还打小怪啊？问号，哦，会卡，嗯，掉到1000多，两个回溯，这是调错了，还会错位啊？回溯，我翠玉女点掉了，点，这样不怎么样。是。连换宝石都有点卡，有一种卡卡。哎，银币，银币是已经变成主系统了，所以会掉，但是几率很低，其实也没很低耶、欸。我打到这里就掉一个，然后那个，哎，哪一只啊？那个预言的大师要到睡眼山坡，就这张的下一张地图吧，才能把他救回来。到底要怎么救嘞？还是遇到他讲个话就算救回来？要解吗？算了。那个什么戒指忘记了，反正加血的。珊瑚戒指哦，等不起来。
十五分钟了，还在成绩海呀、啊，打论死不合格。秀剑。是吗？有一个，有一个精髓，这该不会也是每一张地图都有一个吧？银币好拿多了，因为它会显示出来。银币你还要把那个地图清光，这银币有可能一个地图掉好几个。不、哦，我先清一下小怪啊。我觉得我会往扔，会往生啊！是两次，三下才会放出来，就是三下，把他凯的那个，不会吧？喂，如果你给我搞个流血，欸，捡不起来算了。看一下这什么，哦，吸血的，然后在护甲是加血量，剑带、腰带跟什么？其他，哇，我看不懂啊！算了，那个跳蛋，跳，觉得身上堆一堆垃圾，冲，再来一个翠玉好吗？碎玉符，我需要碎玉符。掉龙，哦，居然连征服石都觉得是什么东西。是征服石一颗，征服石，拔个宝石都要累格一下，又一个碎玉，钱，到十五。嗯，伤害有上升吗？吸血算了，留着当点金使用。神奇海洋弄了二十分钟，好慢！冲！哇，
这边可以找到那个预言大师了，他在哪里？哦，原来是这里。哦，不要打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有部分没了，那你就该死了。又有一个金水，蛮好遇的。我先杀一下小怪，太可怕了。你容许我把小怪打死，把他点三下，下两下，三下。不，先主战士长吗？死了。哦，加物理伤害。起来啊，不一样，没有叠在一起。哇哇哇哇！大师欸，大师你在哪里？预言大师，对，应该是这里没错吧？睡岩山坡。金水联盟拳，大家就开始弄热水池了嘛，绕一圈一颗。什么？热水池不知道会不会掉那个五阶的？到的最高好像是五阶。欸，哇，预言大师欸，大师你在哪兒？是我记错地方吗？炸了！已经久等了。哦，有，到了到了！发现预言大师。我水平都没减，好乖。哇，这宝石怎么这么难拔？哦，想把它救出来就对了。救到预言大师了，啊，然后嘞，他就回城镇了吗？他就回城镇了，我也回城镇了。是哦，还是站在这里哦。好哦，拿什么？右耳图腾，右耳图腾，对。卖东西。
哪一个？我要买什么？对啊，拿奖励，增加火焰伤啊！要买什么？先祖战士，那是这颗吗？先祖战士，对。我还买钥匙。两瓶，这不要了。哦，上，26分了，还没到典狱长。哈库，不想打，算了。哈库啊，打一下、啊、看你们有没有金水，应该是没有。大师好像就没有，诶，这是紫钻油诶，所以大师里面有金水吗？你捡。战士长，哦，出来吧！帮打，帮打！喷到金水的那个算祭坛吗？好，我就暂时叫他祭坛好了。不知道叫什么啊？哎、欸，没有、欸，先把他救出去，再回来看看有没有。捡，哦，三龙，你为什么不是出在防具？诶，时空之门，开玩笑吧？诶，不是啊，哦，不是，引爆地雷，唉，还以为是时空之门诶，原来是个引爆地雷，失望，还是引爆地雷。忘记救他，救哈库的那个什么灵魂，不是哈库，哎，这是叫什么？忘记了啊。咦，没有限时间，让我把它逛完。大型生命药剂，好吧，看来大师的区域不会出现那个金水的祭坛。卖东西。一个拾荒的概念，不要留着。鉴定，
虽然看不懂是什么，我看得懂一点点，然后没什么用，穿起来。在旁边，是你到这边，好吧？要用游标，那个法师是你一下，居然什么时候帮他加了瞬移技能？哦哦哦，炼狱长在那边。不要打一直冲，我都十等了，十等了还在那边闲晃。一个碎玉大斧，赞！复活，瞬移。危险，你好。换换。弯。哎，又有毒藤。碎玉大斧。升华嘛，捡捡捡，乖。刮无情，三点开，然后听说中间有宕机，多点动，真的是哪里啊？哦，看不懂地名。我已经十一等了，天哪，十一等了，34分钟了，还没打点狱长，死满。边的吗？好，走后边的，还有上面，上面上面，碎玉大斧。一直给我掉锤子，棒棒！放入伤害，
召唤物伤害，哇，77等呢，这有练那么快吗？可是中间有宕机，也不是宕机，停机好像，我会搞不清楚开几小时了，真不到12小时。绿大五人叫这个名字，点得我有一个金属，但是太。点三下，不会点两下就开啊？小日龙，度伤害哦，不要 damage， 速伤害，能量护盾，傻眼，气源速伤。居然在典狱长之前练到12等，应该不会吧？40分钟还没打典狱长，超级慢。冲冲冲冲冲！然后没有12等，我11等而已。超慢的啊！哦，因为我打完超人已经3个小时了嘛。冲冲冲冲冲冲！不需要诱饵了。接上，升级了。哇，这个对啊，这是什么 ？Log Screen， 有什么 Sharp？ 不知道。坚定，攻速，鞋子，坚定，穿不起来，坚定，威胁，那3个可以合到下一阶。不知道是不是要同样的3个才能合，还是随便3个？五、哦，蹦，
西啊。啊，忘了买东西。没有领奖励，要急。近战伤害扩散，这里没有蓝色。OK。哦，我打多久？40分钟才打10.1盏，来乱的啊！怎么有人点一盏打那么久？应该都已经打完海妖了，我还在这里闲晃，冲啊！冲冲冲冲冲！哦，有祭坛。他会翻成什么？精髓祭坛。等下，掉了冰伤。这么大，你捡不起来嘞，居然。冲啊冲！没有跑水，冲好慢。血，火抗量换掉了，我还少一个洞，算了，丢着丢着。三个不一样卖掉会有新的吗？一二三，啊不行，要一样的。狙狙狙狙狙。居然要一样的精髓才能合起来，这样有点麻烦。欸，我要干嘛？没有干嘛，我要卖东西而已。精髓技能，哦，两个，
所以一个区域可能会有好几个。速伤害，坦克，这是物理机械。说要冲了，我还停下来打怪。冲！我在这里。冰抗戒指，冰抗戒指，我奖励要自己点，我还不会弹出来。那招叫什么？哇，大地震级是这颗吗？大地震级，哎，好像又不是哎，到底是哪一颗啊？糟糕，桑德。招了一个高，哪一颗啊？看有没有现锤子的。我看不懂啊，哦，锤子、斧头和杖应该不是。Asturian， 咦？应该是这一颗啊，这颗应该是充能打击。哦，对对对，哇，不容易啊！然后马冰抗戒指一颗就好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我有一个金髓祭坛，祭坛出现率也蛮高的，两下就开了。冰的啦，啊。艺术家的保险箱，冲冲！
How come no A science？ 可恶，英文太差，看不懂。压迫啊！冲冲冲冲冲！哎，没路。四等，一个打超慢的概念。哦，金水，一二三，不行，天，不行。车这么多，欸，没路，难呢，我迷路了。左上角有路，有路吧，有路吧，没有，在下面，那总该有路了吧？有。路了，哦，被打完了，十四等才打海妖啊，这个打超慢，可以雷吗？不行，我想要硬 A 海妖啊。英文是什么？财富有掉吗？没有。掉个财富吧。财富出来，没有。那是没有，那是有钥匙。
来把财富好吗？出来，八块只能去商店买。不掉你商店总该卖一个给我吧？给。没有，居居咯，连商店都不卖给我，这么惨，这个不一样哎，哦，不一样，这两个居然不一样哦，这是二阶的。财富吗？哦，没有物品过滤器。哦，有财富，有财富了。没有物品过滤器，好痛苦啊！啊、哦，点点点点，啊，吸血没用。啊，自己把它升级。留着。哦，我有武器耶。24-50，啊，冲好了，这15等，居然打到这里，居然15等，你前面是多混？把你打掉。那又不是在跑任务，我又一个财富，要么没有，要么一直掉。这游戏会读心啊！又按3-2-4，绿色的，你打过。Increase damage， 加伤害，妈一直真怪啊！我要看 ，Increase 加血，移动速度哎、欸，哦，那个 QIV 啊是鞋子，喂、欸，是吗？不管。
哦，所以跑鞋可以用坐的。好像也不用这样一个一个看吧，那雕像大好像已经把所有的，把所有的那个，把所有的精髓都列出来了。对哦，对，要列出来了。去雕像大的站看就可以了。幽王编年史。但有没有被我雷到？没有。跳。对，是绿色的。后腰。三小。图腾吗？这个金水怎么那么短？哦，加一等级冰技能，技能加一冰技能，我这样后面还有加二的。有没有加三的？加三就有点扯了。是谁？狩猎大师。三线二十三小欸，物理伤害点三下，等下就好了，要点三下啊。也是物理伤害，问号，上面也没有标阶级，我靠，哦哟，我看需求等级哦，45是2，35是1，
不过后哦，没有跑水，超慢。古语的古语的什么？贪婪。不要过来啊！冲过来干嘛呢？不是放个图腾让你打了？奖品不会跳出来，自己按的。是这个吧？火焰之劫，财富。不是哎、欸，另外一个。好点，58换，五、哦，只能当点金使用吗？好像都是写把普通物品变成黄色物品。抗戒指。欸，我买了冰抗戒指，没有装上去就在打，搞毛？突然发现，那我买那个冰抗戒指干嘛的？被卷走。然后把那个火焰之劫穿上去也不开了吗？开了开了，喂、欸，喂、欸，飞不过去哦！不会吧，真的飞不过去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原地跳哎、欸！七的，痛！发现金石，冲冲冲！好，我要超领，所以还要解三道子。三道子，
战斧的英文不知道是什么。巨战斧。战斧。啊，没拿。搞定。这路口怎么变色了？超白！以前有这么白吗？巨战斧吗？应该没有，没有。有没有卖个有一个蜕变石？来。咦，这两个不一样。火焰伤害，超像。这个有三个，把它点掉。五十，一七七，26，比较多。18了，近战物理伤害，我看不懂。还要杀一个盗贼哦，我会把盗贼任务简化一下，在同一张图，是三个都杀掉。在哪那边超难打？居然忘了把熔岩之戟放上去。
Go！完成，莫名其妙。还有可以加强怪物的，没打到。光环，觉得我跑得好像变快了，是错觉吗？你们人跑的速度变快了，欸，好吧，是错觉。因为我觉得他走起来变快了嘞，太诡异了。杀掉，杀掉。人，居然没有，是，这边。可以，会不会被洗皮？不，六个，也点开了。到点，
这里真的很容易迷路哎、欸。有没有比较好的走法？居然没有迷路，太神奇了。结果入口没有迷路，出口就迷路了。167哇，等级78，反正我要一天练到90吧，太扯了。第五是3点开的，半夜3点。已经有人等级78了，看来是78怎么回事？还没有更新。第一天我可能还没有到残酷哎。如果在台风打的话，这次我是打算打完超龄就结束了。可以啊，金属嘛，拿一下。也很危险的。黄色是什么？是他们的GM吗？咦？哇！怪不要烦，都已经看不懂了，还一直烦我。是什么歌？哦哦，够伤城的吧？感谢您的赞助。
下，卖多少？是有165。高级仓库也有，这样子。我录的居然都不用显示 ID 的。哦，不是，这是有人到新的地点。天哪 ！Normal， 哦，藏身处。一通通21等。需要一个三红的装备，不能换。我没有电抗欸，会不会 GG？ 等回去看有没有卖电。药水，去买戒指跟药水 ，OK。第一名是 DIGG 吗？不是，这是谁？啊，他们应该去打那个专家的，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。戒指药水，麦哥，没有戒指，自己做。药水有两罐，戒指我去第一张买比较便宜。绿色的啊，绿色。啊，那是可以拿金水来点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看一下有什么，这个我要留着升级。戒指润，加能量护盾，对。点掉，不知道是行不行，再点一次。他们三血比较多，去看。哦，黄装不能点。哦，金水不能点黄装，只能点白的。对。有戒指药水。Okay.
冲啊！啊，这样没办法拿金水来做装了，那只能拿白的当点金使用，然后就多一条属性。不然就是要先把那个金水的属性点上去，然后再保留前缀后缀的吗？好像也不行，好贵哦。啊，这个看运气耶，拼人品啊，对。又迷路啦，楼梯嘞，楼梯在哪里？在上面吧，那不会按那么小的楼梯在哪？又迷路了，是在左下角，看看。哦，欸，这么近，我为什么直接把它绕过去？太扯了！我看到金水的祭坛嘛，不然怎么直接把它绕过去？三下，这可不可以叫官方改一下？点两下就好。对，这样超不爽。好像也不可能改，他已经把那个动画都做好。你想点一下也不行吗？要点三下。那是不是要三个人都点一下，然后刚好就开了？李佳。楼梯嘞，这边没有。楼梯在这里。
脱裤子。又找到楼梯了，超快！顶层啊，打完这只收工。喂，问号。好，做一件很蠢的事，忘了跟欧克拿拿那个顶端。啊，天哪！喂，是这里吗？这么黑，认不出来。应该没错啦，太黑了，我认不出来。我这个好像改成任务奖励不会自己弹出来，是要自己点。喂，这个什么 get alpha， 哇，扯，太扯了，这个记得要拿，之前都会弹出来，现在不会弹。终于可以打超灵了，应该吧？传点没不见的话，有。啊，熔岩之戟，外熔岩之戟，傻眼，对。出来！然后听说那个现在可以不用走出去传点就有了，来看一下，有，好，可以直接登出了，不用在那边等门开了。哦，今天就打算打到这里去好了。好，三个哦，好像要三个一样才能换。试验一下，两个一个不行，然后三个一样才能变下一阶，被挡住，三五变四五，五，这个还有挑战。好，就开到这里啦。其他更后面的内容就去看其他大神玩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要打好久，累哦。等台服开再玩吧。好，收台。